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仅仅因为一瓶超强去油污剂，就给我们省了150,000日元。日本在装修房子之前，通常都会找这个清洁公司来打扫一遍整个卫生。我们找了清洁公司来评估一下，2层房间所有的房间打扫一遍，一共是150,000日元。主要是这个厨房、浴室比较贵。我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卫生情况，跟我老公说我们自己来打扫吧，省点是点啊，以后要花钱的地方还挺多的。我老公一听那可高兴了，当即就给我抛了个媚眼，然后我们俩说干就干。说是我们俩干，其实呢我拍照加指挥，让我老公呢执行。Until your face is
is shaking. There's a whole lot of good on your mind and on my mind. And I know that right now I'd like to play the part to rebuild you one more time. And I say, hey, yo, just let it go. Your struggles won't remain. And I say, hey, yo. Oh. Oh.这款去油污剂效果真的是挺神奇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在装修了，壁纸和地板我们都会换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谢谢观看。